单兵注意，有鉴于我们完成了两个艰难的任务，待会长官会来视察颁奖，切记维持你们的军人风范。军人风范，军人。什么意思啊？维持你的孕妇风范。谢谢。待会我的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得立即鼓掌。男孩放下，就得立即停止，立即停止。待会如果表现好的话，下午带你们去吃夹心肉粽。夹心肉粽，听到没？有。爱不爱吃？爱吃。好收拾。你不想吃粽子了？啊！没看到长官已经把手放下来了吗？夹心肉粽。真是天兵啊，今年的年终被你一巴掌打没了。注意，这是我们收到来自观众的求救讯息，有许多我们看不见的隐藏危机在校园里面发生啊。那我们看看这次的迷影片。路很好哎，很标准。哎，真是太可怕了！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子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呢、啊？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可以救救这两个年轻人呢、啊？好，你说。哈？哈？哦，他说我们可以帮他们两个叫一台 Uber。哈，你怎么听得懂？等一下，他还没讲完。他说，你这个傻逼，混蛋！那个年代根本叫不到 Uber 啊！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？说，我们可以帮他们叫计程车。没用的东西。哦，长官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你说。或是我们订一块东西在他们的左边，让他们在过弯的时候可以像特技表演一样顺利转弯。好、哦，好主意啊！那我们要拿什么来垫啊？哦，肉粽怎么样？夹心肉粽。长官，还是。品成怎么样？好主意啊，就品成吧、我们出发。什么时候？去哪里？我说出发。笑什么？笑几次？没戴安全帽。给他帮他开踏板的人，他们了。危险驾驶！啊！小心！来来来，停下来。你们没有戴安全帽啊，很危险啊！是啊，I will take you。哎呀，有点刺激呢！呀，待会一定会出事啊，要救他们。危险！还敢跑哦？还是被临检了？这样有帮到他们吗？嗨，我是廖职员，欢迎收看《迷因爆改王》第三集。我们这次爆改的是用生命拍英文报告这个影片、哇，他们这一摔出了400多万观看啊，那看起来非常的痛。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用 AE 来拯救他们。那这一节爆改难度我给3颗星，是非常简单的一次爆改哦，但当然还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在做去背 roto 的动作。如果你喜欢我后面这些后置解析，我需要你的那个赞，按下去让演算法看见这支影片。好，首先我们需要把人物合成在这个场景里面。其实一开始我要追踪这个影片很不顺利哦 ，AE 内建的 3D camera 追踪是整段都失败。所以其实你们看到这个成果是我手动直接追踪上去的，非常的累。那前面这边其实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前景的人物在穿越我的过程中，我需要把他们去背下来，像这样，然后再把它叠在我的人的前面。包含后面这边也是哦。这边蛮有趣的是，车灯照过我的时候，我有让我的身体稍微亮了一下，感觉好像我被灯光照到。那这边呢是简单用 inner shadow 去达成。那比较棘手在这边，那原本的影片其实到这边摔车之后，它整个影片都卡掉了，所以我必须接手后面的运镜哦，先把空景做好，然后再把我要的东西堆叠在上面。原版它的机车是直接整个倒下的，我要如何把它救起来呢？速度非常之快，我马上把它摆正。快放然后再加缩远看的话，其实你是就觉得蛮顺的，但是慢放看的话，其实就会发现一些粗糙的地方哦。首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前面跟后面这两台机车是完全不一样的车型哦。原本的这个机车是蓝色的，那后面这台机车其实是全黑的，这是我们同事认制的机车。我们揣摩出这个相同角度，真的在路上用机车骑了一下，就是稍微压车然后骑远这样。为什么要特地拍这样的素材呢？其实是因为我也很难想象他们正常骑走的样子，所以我必须要了解正常骑走的样子长怎样。那这段影片
蛮辛苦的是，我会把鸭这个部分啰头下来，然后头还拿掉，把它合成在画面上做参考。OK， 所以我这边先置换成鸭鸭骑机车这样骑走。目前这样子快播的话，其实还算顺。然后因为鸭有戴安全帽，所以我把它头先拿掉。结果我后来发现，我只要把后面那个同学贴上去，其实就蛮有衔接感的。有没有？那这个后面坐好好的影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是取他还坐在这边好好的时候，然后把它挖下来放在这边，然后再叠加一个阴影，好，所以这样播起来其实是算顺的。然后后面这个就是我穿警察衣服在后面检举这样，然后他们就正常骑走，后面就顺顺的离开。这次的爆改其实蛮有趣的，我自己也学到一些东西。原本我其实觉得把机车翻正让它正常骑走还蛮有挑战性的，但后来发现原来骑一个正常版的机车合进来放会蛮顺利的。当然因为时间问题做得很赶，没有把一些粗糙的地方做得更真，但有快速达成我们要效果。好，那就是这一集的迷因爆改王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后制是很辛苦的，帮我按个赞就好，让这支影片被更多人看见，我们就会赶快再做下一集迷因爆改王哦。那还想看我爆改哪一支影片，都欢迎在底下许愿。这一次这一支勾北也是观众票选出来的哦，所以如果想要你的留言出现在影片上，就快在底下分享你的想法吧。那我是乐子渊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台湾综艺字卡，让你变成自媒体剪辑大师，还在烦恼字型、特效、配乐吗？我们集结台湾专业动画师与音效师，共同打造台湾综艺字卡，精心制作超多组形容词、情绪词、撞声词，每个都做好动画，配好音效，让你早点收工，点阅跟着冲。想掌握观众的眼睛，就快掌握台湾综艺字卡。